每天造一句英语没问题。这些裤子你们有39号的吗？用英语该怎么说？首先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。主语呢是你们还是这些裤子？是你们，所以呢是 you。 好，谓动词呢这里只有一个有就是 have。 有什么呢？有这些裤子还是有39号？肯定是有裤子，对吧？这些裤子 these pants。 这些裤子多少号呢？39号。用一个介词连在一起 in a size 39。 最后再来判断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式，从问号可以得知这是一个疑问句，而且是一般疑问句。句子当中有实义动词 have， 所以呢需要用一个助动词。 you 所对应的助动词呢就是 do， 放在句首末尾呢加上我们的问号，这个句子呢就完成了。 Do you have these pants in a size 39？ 你们都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棒棒老师英语一级棒。